講咩？喂，攞緊電話。得。我劉家光一嚟話你搞佢一二三嗰啲咧。一二三。咁咪佢識一二三，我咪識啦。一二三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三、五、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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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五、姐姐做乜嘢啊？你講佢姐姐聽啊嘛，跟住佢還你啊嘛。
頭先你個客啊？唔係，即係你個客要你幫佢做乜嘢？哦，幫佢哋揾姐姐咯。揾姐姐乜嘢？你講翻佢哋。揾姐姐做乜嘢先得㗎？揾姐姐翻工。你揾姐姐翻工。梗係翻工啦。今日你講俾人聽。都退休咩？揾姐姐退休啊？死啊嘛！咁你咪講咯，你講出嚟啊嘛。咁好似賣面咁樣，而家講俾姐姐聽。喂，而家我有一個僱主咧，要佢翻屋企屯門。你哋有冇興趣一樣講一樣？咁我而家咧講俾你聽啊，我自己啊唔係哥哥個僱主啊，我自己有一個僱主咧照顧個少姐，肯唔方便識下噶啦，佢係分廠嘅，住係元朗一個小姐，人工係4730，因為佢要海外。四咩？4730海外嘅，因為。